报告，红局到达指定位置，目标已经进入工厂废弃车间。 南侧一楼房间，老鼠等五人齐了，他们在等猎手，那五个都到了，就等猎手。 同志，我打个电话。请问你是哪个房间的客人？102。哦，好的。别说，有电话打进来了。 下雨了，今天不晾衣服了。 各小组回答，是否已就位？红军就位，红炮就位，红象就位，红马就位。我们去支援吧。待命，行动。 撤！撤！
处，刚才打进去的电话已经查到了，是从国庆旅馆打出的。服务员说，打电话的那个人还没有退房，现在还在102房间。洪氏注意，国庆旅馆有疑似猎手的人出现。洪氏申请监控。批准，你要小心。收到。我去趟国庆旅馆。还是我去吧。你们俩留下，随时准备支援韩冰他们。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执行命令。安能，小心点。谁呀？服务员。什么事？收拾房间。好，稍等啊。打不开。Thank you.
从总部医院请来的专家到了吗？我们出门前雷霆说已经到了，现在正在抢救，情况很不乐观。小郑，再快点。是。 安科长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，电子管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潘森和岩石已经把电子管护送回秦岭窑了。很好。我们搜查了那几间旧仓库，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到电子管的。经突审，他交代，那几间仓库是猎手跟他们经常接头的一个据点。现在，我的人正在里边继续清理现场。知道猎手的去向了吗？ 还不清楚，猎手跟他们一直是单线联系。他行事非常谨慎，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为哪个组织效力都不清楚，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鹰眼。鹰眼。院长，我们马上到了。 安全起见，还是从医院后门走吧。嗯，我有一招险棋，你敢不敢赌一把？你想把动静弄大，就看他们敢不敢赌了。
从大门进。为什么我总是听他的？我就不能抗一次命吗？他说服从命令，我就服从命令。我真该死，我应该和他一起去的，我要和他在一起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隐蔽战场就是这么残酷。秦明耀的科长、处长，谁身上没有几处伤？放心，安娜能挺住的，她必须挺过去，否则这辈子我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不见，才这点伤，你们就治不好了吗？啊！你知道他爱过多少强子吗？他背上到现在还有没取出来的弹片。当初伤那么重，他不也活下来了？现在你跟我说肚子上扎了几道口子，你们就要打强心针，刘林就一言了吗？你冷静一点，你的心情我们理解。我不是让你理解，告诉你，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。我命令你，我命令你，必须把他救活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要下病危通知？署长，我们给病人已经做了手术，但是他肝脏损伤很大，很难修复。虽然我们一直在给他输血，但是他心脏衰竭得很快，所以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这个字我签。院长，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电子管。安娜，电子管已经追回来了。我看见那个猎手了，他身高1.80米左右，
短发，有胡子，跟荣金真描述的一模一样。我快追到他的时候，他从三大巷往东方向逃跑了。他出逃的时候随身带着电台，我敢肯定他就是那个掌握子密的人。我想活捉他，可我没做到。郑楚，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您交给我的任务，看来我是没法完成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兵。你是我最后的兵。人到这个时候真是好，明明该受处分，反倒成了立功了。我有点事儿，拜托你。说吧。我要是真走了，先别告诉荣锦臣。荣校长刚走，我怕他承受不了。他要是闹起来，又该当我算命。实在瞒不住了，你告诉他，我给他留了两句话。没有了，我只想跟翟丽说几句话。Thank you.
干什么不好？非来欺凌要骚扰呢？我不上这儿，我上哪去？你可以上饭店当个服务员，可以上邮局当个邮递员，可以上公交车当个售票员，都挺好的。可是你又不在饭店。 又不在邮局，你又不经常坐公交车。我给你写信，你又不肯回我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就只能上麒麟要找你了。你说你这姑娘，一直就死皮赖脸的。我就是死皮赖脸。 别想甩掉我，我这辈子我就缠着你了，柴丽。其实我一直想喜欢你。 那么努力，再考进麒麟营，才终于见到你。你不许放弃，你不可以这么对我。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缠着你，我不逼着你跟我写信，我再也不欺负荣金针了。我求求你，只要你活着，我要你好好活着，我求求你。 亲爱的师娘，您好。我记得小时候您告诉我，当你非常思念一个亡灵的时候，他就会化成蝴蝶来到你的身边看望。校长走后，我心里非常想念他，却一直没能梦见他。 我以为是因为我没能参加他的追悼会，他生我气了，所以不肯与我在梦中相见。可是刚才我在窗口看见一只蝴蝶，它就停在那儿。
一直冲着我笑着。我知道，是校长原谅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。那个人真的没死吗？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他还在抢救呢。你是要去杀他吗？他看见了我的脸，他若不死，我就得死。应州医院戒备森严，701来了不少的人，红中和北风都在里面。你认为你进得去吗？那正好，记住，今天晚上如果我没回来，务必把楼下的电台小伙帮我转告上峰，本人的家眷就托付给他照顾了。把手举起来。把口罩摘了。英爷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这么说，他已经死了。我会慢慢跟你算清楚。能用一个死人来印我伤钩，你们可真是费尽心机了。
我身上的炸药足以摧毁整个医院。开枪！来啊！应言，你今天死活也别想走出这栋楼。你应该弄清楚，我们要的是子密，至于你的命，我不敢相信。可惜呀，现在是你们的命在我的手里。 知道子密的人都得死，想死就开枪，把枪都给我放下。 他们两个都有种，我数三下，把枪给我放下。一、二，翟丽，把枪放下。 只留下寂寞的秘密在身畔，接着黎明出现的微光，接近无忧无绪的终点，揭开灼烧回忆的梦魇，你才是最难算的那道里面最。
牵引过去和未来。